一个按按钮，一个是插入函数。啊，插入函数特别注意，就是当你插入函数有一个这个函数出现，那它跟那个按按钮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哦，按下按钮之后，它是直线的直接跑完，然后呢就离开了。那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按下插入函数之后，哦，你按确定之后呢，它互动，它会跟你互动哦，它会问你说，请你给我一个资料吧，那你就给它一个资料。然后呢，按下确定之后的话呢，它会给你一个结果，跳过来这边，哦，所以其实哈，哦，类似像机器人模组啊，其实也类似啦，你给它一个问题，它会去像 Siri 有没有，或者是什么，它也是找一找有没有答案，有就把它 return 给你嘛，哦，所以是一个互动的感觉，然后向下填满 ，OK。如果有刮弧它就帮你切，如果没有刮弧它就空下来，哦，类似像这样。那这个程式如何撰写，哦，其实呢不外乎就是逻辑上跟刚刚的部分其实是差不多的，差别在哪里，哦，我们其实如果说拿刚刚来改啦，其实我也是拿刚刚来改，有哪些地方改出来的。一，你一样是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个程序，不过呢插入程序的时候呢记得是改成 function。好，然后这边的话呢叫刮弧字串，那特别注意，哦，名称不能一模一样，所以这边我加了两个字叫函数，好，哦，假设我这边的话加上那个刮弧字串函数，那就把字给打上去，哦，然后再来的话一般是这样，一完成插入一个function，二的话做什么呢，要先确定要跟使用者要什么，要一个资料，所以记得在刮弧里面打上两个字资料，这个时候呢你将来那个视窗就会跳出来，哦，那个资料，哦，再来的话就是说呢我要做什么，当他给我资料的时候我要给他一个结果，结果会返还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哦，所以，哦，特别注意，哦，我可以拿上面的程式来改，但是 for next 不用，除了 for next 之外，哦，中间的部分，因为呢按下按钮是连续一直回圈的动作，但是呢 function 只要执行过一次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中间的东西把它复制贴到哪里呢，贴到这个里面来，然后要改哪些呢，一请你把这个 sales A 的部分有没有，这个哦，好，储存格的这个里面来源本来是自动去 A 栏里面找，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去哪边找呢，现在使用者会给你，所以请你把它改成资料，使用者选一个嘛，他，啊，会给你啊，就是这个东西嘛，哦，那你就怎么样呢，把这个所有只要看到 sales A 有没有全部都改成资料，好，哦，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当我返还结果是返还原来它这个地方是返还到 B 栏的这个储存格，但是呢我现在是返还给谁呢，返还给这个函数自己本身，特别注意，哦，两个规则，哦，一个是进来的资料，进来的资料就是这个啦，有没有使用者进来，对不对，哦，然后串串串，所以这边一个两个三个，对不对，哦，然后呢最后做完之后的话返还给谁，所以要出去嘛，出去的话呢记得把这个出去的东西丢给他，他就是等于他，他再怎么样丢回去怎么样给这个储存格，哦，所以这有点像一个进一个出来，哦，反正就是进一个互动，好，做完了基本上没什么改到了，你只要了解规则，哦，就你如果按钮做完了这个也做了出来了，哦，OK， 那你说到底先做这个好还是先做这个好吧，其实这个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差不多啦，哦，反正没有关系啦，反正你也许有像我之前要不就是先写下按钮再把它改，要不先写完这个再改成按钮，可不可以，可以啊，两边都没有关系，哦，好，做完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先把它删掉，哦，然后呢插入一个函数就会出来了，按确定资料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字就是刚刚我打在那个刮弧里面的字，如果你这个字不一样，哦，它也会显示不一样，OK，按确定，我看刚刚有，刚刚没选到资料这个，按确定，好，向下填满 OK， 不过，哦，好像有个小瑕疵，什么地方呢，这边有没有零，虽然它不是 value 错误，但是为什么，奇怪，
那为什么是零呢？哦，那如果使用者会觉得怪怪的，这怎么是零？应该是没有东西嘛。所以哦，如果你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回头再来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错误？过来的时候他去找，找不到 A 就等于零。那如果 A 等于零的话呢？那它输出这个结果呢，也会回来就是零的啦。哦，所以呢，我们假设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不等于零的时候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等于零的话怎么做？这边可以加一个什么 else， 反之。反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诶，如果说你 A 等于零的时候，那我就把那个回来的东西怎么样加上没有东西，就等于是多加了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叙述啦。哦，因为刚刚的这个部分是找不到就跳过去，找不到跳过去啦。那现在是找不到了，如果找到就输出括弧里面的东西，反之就输出空的。哦 ,OK, 齁，哦，等于多一个这个东西叙述啊，这些逻辑多一重而已齁，哦。好，做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打勾这个地方有没有给它，其实什么事都没做，但你会发现哦，底下的这个诶就不见了。哦，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就是我刚刚的做法齁，哦，实际上只是把上面的东西不包括什么回圈把它复制过来。一二把里面原来去画面上抓资料改成使用者给我资料，再把输出的结果本来是输出到 B 栏的改成输出给这个函数本身，好，哦，就完成了。其他顶多是再多加一个这个 else。 好，哦，OK, 好，试试看好了，把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好。